毛巾是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消费品，但也是每天最贴身的用品，和你的肌肤没有缝隙的紧紧相连。而一条毛巾可能隐含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它能够陪伴主人多久，就看主人的心情。一条毛巾就是人生，无论迎接生命或者送走生命，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毛巾。这是奶奶的熊毛巾故事馆要告诉游客的故事，这也是毛巾品牌双星在湖尾留下的家族历史。从陈列各种毛巾的商品当中，看见了一条毛巾的流传史，也回忆起和毛巾生活的些许回忆。